帮助女性她在性生活当中拿到那个满足感的。那这个满足感呢，除了女性以外呢，其实男性也会有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有好多现在的人呢，大家都明白，女性她会假装自己在这个有高潮的那个状态，有高潮，其实男性是知道的。那所以如果他真实的可以改变他的真正加强他的满足感的话，其实双方面是会很开心的。所以他说唯一一个技术只有他这个技术可以做得到这个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很荣幸的能够由博士亲自帮我们找那个Dina做我们的 model， 我们的女士啊，你去参观一下。这个我们需要谢谢一下 Dina 莫言做 model 那你们女士跟男士，我们就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好，那等一下，就来看看他怎么操作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我们大家来共同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很高兴，很谢谢那个三亚跟那个丽塔，谢谢。Because you have somebody who's brilliant, Dina, and who can possibly kind of explain to you the technology that we are getting.